非常和气，这是个好人，他从来不跟别人吵架的，他又不发脾气，又不得罪人。赵永仁在我们这边这还出名的嘛，他这家好人嘛，不错，他也很省，平常他也是自己买自己煮，一件衣服要穿很多年，他洗那个碗的话他都不用那个沙拉托来洗，他都买那个黑肥皂，拿一块那个用过那个毛巾这样来洗。他很节俭，这个人很节俭，他的生活很简单。但是你看他冬天他跟他不冷的时候啊，他是给国家发的那个什么厚的衣裳、棉被啊，也是公家发的棉被，他改了一点。没有什么事哈，也不抽烟不喝酒。才发现就是看电视啊、看报纸啊，他什么吃一锅大锅饭，那一锅都变成什么都有了，菜饭都有了，这一锅一大锅吃一点。他那个公交也发了卫生纸啊，哦，发了几十包以后，他的卫生纸用不完。